只要世杰哥像现在这样子待在我身边，我就满足了。你把世杰哥绑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痛苦，我姐也痛苦，世杰哥也痛苦啊。难道这世界上就世杰哥会为你付出吗？你的生活里只在乎他，我就不行吗？我就不能关心你、照顾你？搞什么啊？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请看《剩女的代价》，星座爱情摩羯女 IWS 艾维士租车。